又搞基，又喺度思想流派出嚟，又搞啊，又開始流行啦，係嘛？越搞越狂啦，越搞越狂啦。咁啊，時鐘都過咗世界啦。咁唔知啊，我想問你啊，有個問題啊，上個禮拜想問你，點解你突然之間咁感觸嘅？有我點解咁感觸？有時聖靈運行嘅時候咧，你會好破碎咗成嘅面前，你係會好感謝一個好感恩嘅心。 你感觸啲乜啊？我嗰日咪有咯，我有感觸，我都好感觸啊！我講咗句啊，我已經有啲流眼淚咁，我都係真嚟嘅，我忍住啫嘛，忍得好啫。因為所以好多時候咧，就係呢個靈咧，同靈接觸嘅時候，你覺得你自己好渺小，神嘅恩典咁樣臨到你身上，